哥，你如果脚下不踩住雨的情况下能拿到这一百块钱就属于你了。哥哥呢？姐夫什么时候骗过你呢？就你这搞图干嘛？Thank you.
满吃水果捞，拌一拌再吃，没拌匀。好吃。你咋的？哎妈呀！哎妈呀！咋的？讲我呀妈呀！你这咋的这是？我的妈呀！哎呦我去！媳妇，你叫你走到头，晚上我烧饭。对。老公啊，你完事儿没？你等一会儿。那吃饭呀。等着再吃呗。那你吃这个吧。那啥？
行业，你看不放肆。你别笑。